消灭这些蠕虫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当当当当！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！来 BGM 全军突击！尤其是当你想要控制他时，70、40，还是学 Q 吧。哎，你看看这里头有没有人？少数人为多数人。 完了，没打红，说明什么呢？哎呦我操！增强，你学了风墙，你还能有什么用？ 这寒冰还是 poke 流的，你给我干他！ 后排别人你不补吗？还跟我 A 呗？来，就使劲 A， 跟我 A， 寒冰敢跟我 A？ 补兵，我在这等，我在这让他别吃。哎，再跟我 A， 寒冰。 我 A 呀，你不是 A 我呀？你这不 A 我能行吗？你得 A 我呀！你不 A 我能行吗？你给我使劲 A 啊！反正我对 A， 亚索辅助你就坐牢呗。 这寒冰，卡莎怎么这加血也不交呢？啥也不是啊，这不害人精吗？这。 双 buff。哎呀，救救！一个生命。
没事给寒冰吧，我不要。给寒冰，这样我们杀完寒冰还能拿回来。我们要是给吸血鬼杀完，杀不着他。给寒冰，等会儿钱，买个鞋。我盯了没用，我盯我也死。我就不盯了。版图的轮廓必须有十个心血高度。黑死他，刷漫画又拿回来了。杀他！没用，你那亚索杀不了我。杀！掏回来一下。杀！我有钉。现在的乌鸦再摁一下 E 技能能给它吸回来，得再摁一下。为什么这下路崩成这样了？晚上我们家才六比八呢。我生在贵族之家，而我成了一名战士。不应该呀，我得去趟中路啊，这寒冰跑中路去了。没补着。面对敌
别忘了，我们正处于战争年代。插个眼儿去。给我来吧！哎，寒冰是吧？我操！我炸！我炸！他狐狸有炸！我炸！偷回来，别着急，进步完事以后再吸他。一个炸！无敌了！不敢再猜了，我们回家了。我在理想时会杀人，当我闭上眼睛，就不用靠近。我真喜欢和蠢货们费尽口舌。先来个水银海，出个钉。蓝枪闪现了，我看见了。哎，踩雷了！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视而不见。面对疾风吧！闪现掏回来！哎呦我操！我顶他！走位还不错。被我炸着了，这瞒着啊！有没人？有没人找找他？走！是不是？马大哥，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。寒冰喜欢放喇叭没有？还有没？偷回来，吸炸街，炸街平嘞！喇叭的炸！没吸着。从军队的阵型上，你就能知道炸的结果。那瞒着上哪去了？开大了。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操的！你给我回来！你他奶奶的！我给你牛的！你给我在这晃什么？这咋又是我的呢？我都没打，我就嘎扎一个平 A， 我都没动。来个美甲切魂卷。
他这属于他自己没拿着啊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我不是非得抢的，我就是右键点着了。他们总希望我的手段能够公平一些，可我们也该去上路玩一玩了。给我加了660点额外生命值，660点多少血呀？嗯，这是不是有个馒头？我刚才看到。馒大哥，来贴贴，炸！偷回来，没掏到。可见到的，双斗位。太对呀。没用，我有水银鞋。好像一堆儿了。少数人为多数人。上路还对线儿的，是吧？我去上路对个线，打破一下平衡。我去上路支援一波。上路的平衡被我打破了。我深深的知道，决定总会带来后果。哎，怎么没吸他呢？哎呀，习惯了按右键了。玩的应该是水银鞋，结果一解的挺快。炸！走位呀、啊！叮！全空。太对呀、啊！Q 闪，大，我有大。有人说黑暗会与他们对视，不加改的不太行事儿。也不知道为啥老改来改去的，你不行你就把它重做了得了呗。